好，接下来我们持续再来关心国内疫情的部分哦。现在大家都知道快筛试剂真的很抢手，而且缺货，好多在疫情严重的地方，尤其是北北基桃的地区哦，其实民众都还是买不到。不过我们来看到快筛试剂的问题哦，昨天这个指挥官陈时中他说，其实台北市是提报12万剂，但是中央给了73万，他说呢这些数量不会不够，因此呢不知道柯文哲到底在讲些什么。好，至于呢这个基隆市长林佑昌，他有喊话说，其实快筛试剂实名制的部分，他认为不改不行，一定要改，因为呢其实到齐头市的平等，每间药局都配发78盒，他认为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现在北部疫情比较严重嘛。好，但是我们来听到陈时中他昨天的说法是什么，他说基隆提报有3万，中央呢最后给了基隆有18万剂。好，真是如此吗？陈时中在记者会上还说，林市长他不用担心，他还说呢不了解林佑昌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先带大家来听听看陈时中他在昨天记者会上的说法到底是如何。刚那时候28亿，我记得还有那时候是要买疫苗，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有议员正建议，或者我记得好像黄局长卫生局长都建议说，那个费用是不是要保留1块钱，好，那万一将来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及时的来扩增，把这个科目保留着，那需要的时候可以来用。好，不过那个时候他当然相信说中央疫苗会买权，中央疫苗有权呐、好，他现在去买疫苗没有必要。好，那至于刚才讲说要有快筛，那他来申请，我看到他来申请12万，我们要给他73万，好，这也不用他买，好，这中央会来做分配。好，情况真的是像这个陈时中说的如此吗？我们还要来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哦，他现在也遭到外界质疑说，之前呢有编列28亿元的防疫预算，但是最后把它删除了，因此呢被议会质疑说你是不是错估形势了呢？好，不过柯文哲他的说法是，他错就错在当初太相信中央讲的话了。好，但是针对陈时中昨天记者会的说法，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陈志涵非常的生气哦，他来还原一下真相。他说，陈时中昨天口中所提到的73万500剂的快筛，原本就是中央要补助给居隔者的，但是现在根本就还没有拿到。好，至于陈时中口中说的台北市提报的12万剂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呢，这12.5万剂其实是在5月4号这一天台北向中央申请的，其实原本也是中央应该要公费发放给居隔者的数量。好，陈志涵进一步提到了，现在你政府征用了一大堆的快筛，结果导致地方上原本想要采购处处碰壁。好，这些呢其实是民脂民膏征用的，本来就是应该要尽快提供啊，但是你现在中央却扣着慢慢发，要人民排队来苦苦等候。因此呢他话也说得蛮重的哦，他说你现在官员还营造出一副大善人不施的模样，他要来问问陈时中你怎么好意思啊。好，至于呢在昨天记者会上头，陈时中也特别针对基隆这个地方有提出说明，不过呢基隆市政府的官销处处长曾资文他也立刻反驳了，他说你说的3万根本就不够，当初我们的基隆提出的数量是20万剂，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根本买不到。当然针对民众的怒火，我们带你一块来听听看。陈时中他基本上就这一段时间疫情趋缓的时候，他就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出来选举，是，所以这些该思考的事情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所以现在呢哇疫情大爆发了，他自己也自乱阵脚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每天两点的记者会他的失言越来越多，人家学生被关在家里没有饭吃，他就说学生应该要自己照顾自己了。好，然后人家问说那可是大家都在排快筛，部长你要不要去排排看，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叫你去排快筛，而是你有没有理解一般民众排快筛排得很辛苦的这件事情，你们政策需不需要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苦然后调整。他直接就讲说因为我已经有了我干嘛去排，和这些话都会让大家觉得指挥中心是很冷血，而且呢你们是坐在冷气房里面决策，你们根本就不懂一般民众碰到的问题。最后我要再讲一个快筛试剂，蔡英文讲说我们已经订了1亿剂，然后我们今天亚培又加订了多少剂，可是我问大家，你现在的这种实名制，请问指挥中心只开放哪一个品牌？只开放罗氏而已。所以我坦白讲，不管你今天买1亿剂、2亿剂，可是你如果你今天你其实开放的品牌是单一的，
那你就算买两亿剂，只有4500万剂是罗氏的，那代表在外面排队的民众就只有4500万剂可以买。对，大家理解我的逻辑吗？我们本来想说1亿剂是1亿剂都分给民众，都分给需要的人，他可以自由的去采购的前提之下。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陈时中他把所有的快筛试剂分成罗氏给民众十连制，雅培给医疗院所，剩下其他的收起来之后不知道收到哪里去，我们在市面上也已经看不到了。我举例来讲，以前你们在 Seven 会看到一个橘色的盒子嘛，这个叫做泰博科技做的嘛，是现在看不到啦，都收起来啦，因为指挥中心的政策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讲说一亿剂、两亿剂，可是在你的政策之下，其实这一段时间在市面上面一般人民可以买到的快筛的总体货量是减少的，所以但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说指挥中心真的拜托你改你的快筛政策，不要怨天怨地怨在野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从头到尾就没有做好。水神抗菌液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所以是温和不刺激，所以呢是没有残留没有污染，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也可以输入燕莹的推荐代码 CTI 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